你听我说啊，为什么我跟你讲，我做规矩就定的是不需要领导。当时他也搞这么清楚，所以现在现在今天回电是吧？像今天非常今天的非常好吧。今天我是这个家，我跟大家都看了，好，这个今天不提的。你需要用这个我打的后，然后呢，我就一个人。我说停了哥，你就我说停啊，你别人别听，但是别听我啊。但是我跟你说个啥啊，我有个动作，这个就是打后啊。你别看我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我是个蛇的动作 啊。你不要我，我不怕啊。你别，我只说停。你就看我这个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这个习惯动作，我知道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OK。啊，但是就是我说停的时候一定停，好吧？就这一个要求。谢谢，谢谢。